我是 Soldier， 正在确定 Maximilian 的位置，给我几秒钟。 Maximilian 躲进了唐朗和蒂科酿酒厂，正在发动紧急位置。 进入酿酒厂之后，就追踪不到他的位置了。他们把整座建筑都封闭了起来，没有卫星信号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哎，我从上去。哦哦哦哦哦！来，四杀到来了。他不在这来吧？上来下来了，他朝我这来了。 牛逼！ 上不上去吧？<笑>对呀、啊。我这里能上来。
牛逼牛逼牛逼！哎呦，在我脸上！哎呦！周年战利品，宝宝周年补给。这天使好美。哦，我杀的最多，我操！可以，赞扬。啊，没法赞朋友呀。是呀。能赞吗？不可以。不能对好友使用赞赏。哦，升级了。获得英雄头像外框。嗯，开箱子。哦，这里好多箱子，我有八十多个箱子都没开。哇，这是周年传奇战利品。哦，拿到了一个皮肤。还行。阿三的。魔术师的皮肤，旗袍。